天的月亮真的是好美丽哦。对啊，月亮就像你的微笑一样美丽耶。哦，熊大，讲话这么甜，可是你不觉得今天那个月亮看起来比较像馒头人的哭脸吗？都是下弦月惹的祸啦。下弦月？啊，明明就是上弦月啊。哦哟，是上弦月啦。上弦月，你看你说错了吧？哦哟，不管啦，是反正都是弦月啦。弦月？弦月？弦月？让我们欢迎弦月色。
让我欢迎神乐社社长。嗨，你好。杨强，你玩呢？请问你们神乐社平常都在干嘛？我们平常有练琴，然后我们的有校很多，有建中、北一、中山、成功、政府。然后我们常常会一起办活动，像是迎新、暑训、寒训，还有电视录影。哦。然后我们也有参加比赛，然后去年也拿到很多很好的成绩。那可以讲一下很好的成绩是第几名吗？第一，然后跟甲的。哇，好，那你还有什么其他要叮咛学弟妹的吗？学弟妹加弦乐。好。